各位師兄，究竟 Hot Toy 嘅 Rebel Base 有幾大呢？究竟 Mark 46有冇現貨賣呢？究竟日後需唔需要排隊排到去樓梯呢？究竟裡面嘅靚女 sales 係咪真係靚女呢？究竟日後需唔需要旺角尖沙咀兩頭騰嚟買限量版呢？一切嘅謎團，我哋希望星期三同大家去到 Rebel Base 嘅核心分解一下。